亲爱的，你看我穿这身，好看吗？真是身材苗条，风情万种啊！就你这小模样，要说哪个男人见了不动点心思，要么他不是男人，要么他就是个瞎子。讨厌，就你啊，是个真男人。今晚的任务就是帮我找出那两个小鬼子，谁是真正的军统内奸。你就真舍得让我去引诱那两个小鬼子啊？万一被他们咬上一口，你就不心疼了？放心，我会让他们咬，但不会让他们咽到喉咙里去的。那如果那个老鬼子出来了，要不要也让他咬一口？老鬼子要开口，他一定会要你的命。我来对付他，你的任务就是查出谁才是真正的军统间谍。我带你见个人。曾先生好。假的。有意思。